们有一套，天天有惊喜。今天登场的挑战者是金刚。声音非常漂亮，他声音非常漂亮。赵文启，太难了，真是太难了。我觉得你胆儿够大，你自己直接上来就挑战。不是我的，导演让我那么做的。导演让你这么做。党中国人志气。嘿，洪波。你说话太毛了。郭倩。对，现在国内没有做这一块的，我们现在要研究出来一点。上台画画比上台唱歌吹口哨不直观。谁是今天的最大惊喜？鉴定马上开始。传承文化，创造惊喜。各位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，我们有一套的录制现场，欢迎各位的光临。欢迎欢迎，又是一个不错的开场，希望这些掌声足以给我们后台准备上场的各位选手以极大的鼓励。说说规矩，规则很简单的，他们呈现完了之后呢，我们现场会有十位惊喜鉴定团成员，他们会投票，只要选手的得票超过八票就可以成功的晋级。来吧，介绍一下今天到位的十位惊喜鉴定团成员。来到今天我们有一套的惊喜鉴定团成员，有最喜欢给选手贴标签的江小鱼，把检验是惊喜的唯一标准作为鉴定的不二法则的演员谢波，总是用超乎想象的舞蹈动作创意的极限舞者白鹿晨，素有火星人之称，总是给出强悍的不投票理由的媒体评论人马丁，著名歌唱家耿连凤，著名魔术师秦明晓，大好人乔杉，演员主持人杜静怡，演员吴鸿翔，著名 B-boy 团队 STO 队长李国荣。欢迎今天的第一重惊喜，第一位选手，欢迎他。孙刚来自于陕北，他是三代民歌王的后代，他能将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还能唱出独特新意，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来到我们有一套现场求教。孙刚，今天你打头炮，我给你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孙刚不是别人，正是陕北歌王的后代。大家都是后代嘛，炎黄子孙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来介绍一下陕北歌王，那是父亲还是爷爷？是爷爷，是我三爷爷。你觉得自己唱怎么样？我觉得不行，我还要想。在座的老师，尤其给老师给我多多的指教，向各位老师学习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让老师们给我指一条
我以后发展的道路。我觉着首先啊，咱这身服装是比你那个你们当地的，就算是你们陕北的民族服装吧，更时尚更现代。嗯，但是咱是陕北人，咱唱陕北歌，咱就穿着陕北衣服，那味儿啊更浓。您的观点我不尽同意，关于声乐方面我没有任何发言权，关于造型方面不要都穿老穿特别民族的衣服往那一站，像阿宝一样，一看就是，因为时代不同了，年轻人有不同的审美需求。我们小马弟弟说的对啊，你谢谢马老师。啊，你回去就是找那个设计师给你设计一下。至于你唱的，那没得说，声音非常漂亮，他声音非常漂亮。耿老师，您刚才用了“没得说”几个字啊？声音没得说，我刚才说了，声音漂亮，小伙子努力。哎，谢谢。红灯给了。你今天等于是这个最大的愿望，他这么快就实现了，他就想得到您的这个肯定和点评。那既然这样，耿老师，您开场，人家唱家乡的歌，好，我们全场热烈掌声，我们欢迎耿老师唱一家乡的歌。好，好，老师，好。三内月夜里来也，亲内闽内那一呀呼嘿。那一呀呼嘿呼嘿嘿，飘飘摇摇起在那半空中，哎那一呀呼嘿呼嘿。哎呀，谢谢你呢，就应该感谢我，因为就从此你就可以跟别人说我跟耿老师同台表演过。你刚才很虚心的问各位老师什么样有一些建议，那我倒想问问你，你自己对自己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和想法？我将来以后就是努力的学习吧，尽量找老师在学习。你的眼神很飘忽，我不知道你在找谁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女朋友在座位上坐着呢，或者在找老师？就是这个舞台经验是练出来的，这个磨练你肯定欠缺。那你有没有想到在唱法上或者跟哪些东西有些结合？比如说你唱一段陕北民歌，或者加一段歌剧，或者唱一段民族的，或有点什么其他流行的元素放里边，也有一个结合，会不会对你这个找特色更有一个帮助呢？是的。你是没试过？你会唱流行的或者其他的除了陕北民歌之外的吗？我会唱西藏的歌。会唱西藏的歌。西藏。那来几句我们听听好不好？我想唱一个铁路。你说话你也大的声声，你唱歌多亮，你这就跟我欠我钱似的，我想唱个铁路行不行？行啊，没什么不行，来掌声起吧，铁路。在舞台上多张扬一点个性，太拘谨了，现在都这样，你得放舞台上你有气场，有时候感染别人，再放点
别害怕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，我就不敢说什么重话，我怕随时一戳你你就哭了。 你本来打算想说什么重话有没有啊？你可以讲重话。重话就是表演痕迹过重。我跟你的那个观点正好相反。嗯，我在人身上看到表演痕迹并不是很重，在我看来，人家小伙子站在上面唱歌的时候的确很朴实，然后用歌声打动我们。要说表演痕迹呗，充其量是舞台经验的问题，对吧？谁也不能都像你似的，是吧？你能 hold 住全场，因为你身材的问题，所以说我挺支持你的，是吧？我给你两灯。谢谢老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就五票了。最后一次张标，三、二、一，收手。最后你得票数：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、五票、六票、七票、八票，刚刚好。谢谢。好了，这是第一位，用他的家传，用他的真诚来打动了我们，得到了八票过关。来吧，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赵文启。认识他的人都喜欢称他为赵师傅。每天要用重达19斤大锅炒菜的他，意外发现自己手劲儿超乎常人想象。09年，他开始练习用不到1米的铁筷子加乒乓球，铁筷功也成为了他的独门绝技。好酷的胡子吧。赵师傅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。我是一名普通的厨师。那一般你上灶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练武功讲究要有这个内力，有什么好多需要眼力，你觉得你身上力哪儿最大？我这两个指头力最大。指头力都最大。这个对话好，他永远笑么呵呵跟你说。来，我们热个身，用什么热身呢？先来桶水吧，好吧。来桶水。对，应个场。来点水。对，我先试一下啊。拿它热身。试一下，好吧。你先告诉我你要干什么，我们有个思想准备。两个手可以平的举起来，你最后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个评委和观众跟他们比赛 PK 一下，试一下。有秤，我们上秤邀一个。哎呀，谢波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上来帮帮。哎呦，这玩意儿没事，让他来。好的，来，这桶水就连桶带水啊，是19.8公斤。也就差不多40斤了。这样吧，你比我也壮，是吧？那问题是同时做一个动作，看看谁坚持时间最长。同时做一个动作，看看谁坚持时间最长，对吧？挑衅嘛，你这不是？哎呀，我们谢波就不怕这个。谢波，这可是将近40斤的一桶水呀、啊！可千万别小看了我们赵师傅，态度可决定一切呀、啊。直，90度。90度，我刚才你看我脸都憋红了。对，你比赵叔晚起几秒，早落几秒。平常人这么拿，真的都很难拿。那也是，你还有其他招吗？我们一定要为自己荣誉而战。你还有其他招吗？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其他招吗？你单手行吗？单手应该可以，单手举不起来，我可以用手指把它捏起来。几个手指头？三个手指头。这个太难了，这个不可能滑的。三个手指头。来，三个手指头，三指，对，三指，太滑了。三走。最高力量。不可以。你看力量确实。辛苦了。不，这样吧，我用我的筷子。作为我的就是咱用的中国人。等会儿，我不管你演什么，我先下去，你再演。我先下。不行。这是一双筷子。你再说一遍。这就是一双筷子，这双筷子大约在7公斤，7.6公斤左右。我都无法想象它要做什么。来，简单各位掂量一下这个分量吧。来，哎呀，你拿一根，我给那边一根。秦老师，一会儿您也掂量，这是他的筷子。您摇分量，您觉得这大概有多重？这一根？10斤吧。得多少？15斤。真好，事实证明，问你俩不如问秤。上秤摇摇，赵师傅这筷子，这双筷子多沉啊？7.85公斤。对，你说它是筷子？好的，说话算数。你既然说它是筷子，不是金箍棒，你就拿它当筷子使。我往地下一看，倒是好像同步上来有李子、栗子、什么葡萄什么的。你加一个小柿子到自己嘴里，我看看。可以。
是吧？这样吃到的柿子是不是格外香甜呀、啊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可能？我这再搞个更难度的，还有高，我能夹着馅串上咱，你信吗？能拿这个筷子夹着，夹着馅能把咱穿在咱里去？夹着馅穿在针里头去，要不要看这个？要要要！哦，这个来来来，针线针线针线，不一定能成功哈，对，好吧，一定不能成功。你拿这筷子，15斤重。这是什么手啊？这是天哪！哦，放进去。来了，要来了，要来了。哦，认真，认真，认真。他还我都看不到家人在哪地方了。你也看不到对吧？他是认真的。哦，就穿针嘛。对，穿针。你上哪里去啊？猜一下，猜一下。一个胳膊，小筷子夹着。对，这么。哎呦，他能举这么长时间？他现在不是力气的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准度也没有问题，就是他看不太清楚。太难了，真是太难了。我觉得你胆儿够大，你自己直接上来就挑战。不是我的，导演让我那么做的。导演让你这么做的。看一下，没中，差半毫米，中了！快，镜头别动，我们镜有镜头拍，可以看到吗？镜头里可以看到吗？对，镜头里看到了吧？哎呀，哇！我看挺激动的，我就想，刚才我们那几个人也说了，你是什么样的想法练这个？我是一个厨师，因为我在这个公司里吧，经常来外国人。嗯。来了外国人以后吧，他们都用刀叉一开始的时候。嗯。我这会儿到来外国人，我就不给他上刀叉了，全部用筷子。用筷子。所以我在想，就是咱把中国筷子用发扬到世界各地去。长中国人志气，嘿好。谢谢。阿迪。这个看的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惊，又惊又喜。我第一次看人拿这么大的筷子去穿线，嗯，这是第一点。另外，您真的是一厨师吗？对，真的厨师。你长得特别像我爸爸，我爸也是厨师。谢谢。我做见证，短短的两周时间内，亲已经找到两个像的爸爸了。您叫赵文启是吧？赵文启，这名字特别有大将的风范。没错，三国时期是吧？刘备双股剑，关羽青龙偃月刀，张飞丈八蛇矛。您这铁筷子，估计要打起仗来跟像夹对方上将首级如夹小家。您是不是小的时候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，大家都抢食儿？后来您就练了一招，谁敢跟我抢？这个是没有的，这个没有。不是是吧？不是、哦，太佩服你，这胡子也有名将之风，是一定要保留。你被惊到了吗？我也愣了。哎呀，谢。好。你夹着筷子了，还是因为这个筷子才变得走这么有力气的？我一开始短，一开始我用95公分的练的，没人练，越来越加长。对，自己最重人家多重的呀？现在啊，嗯，比这还重吧？对。最重多少？你现在？现在是2.28米。2.28米。2.28米。筷子。对。2.28米。大家要不要看看这个大筷子，好不好？太想看了，看看。这是2.28米那大筷子，来，咱俩一块儿拿个人上秤腰腰，好吧？来个精确的重量，13.3公斤，26斤6两，这么两根大筷子啊！啊，你再告诉我们，我看这还摆了三个柱体啊。这又是导演给我加的难度，能把鸡蛋夹起来就不错，他非要把鸡蛋夹，夹了鸡蛋再放在口上去，多难！这样。我们呢，这是一个挑战，我们量力而为，能完成几项完成几项。考虑到筷子本身的重量，26斤又6两就了不得。你是靠两个手，这三个。哇！靠两个手。对。哇！哇！你就是正常用筷子都不一定能把鸡蛋夹起来，您慢慢的。漂亮！
我这话搁这儿，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哪怕训练几天，用2.28米的木头筷子，你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，更何况26斤6两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来呀，又多加一个男的。来自火星的导演呢，还准备了，哎，这个这样，我们再找其中的一两样试一下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你自己选。姐，导演和我说说，第二个加玻璃球，咱再加一下难度，再加个玻璃球是吧？玻璃球，好吧，我们第二轮的挑战，刚才那个已经让人大跌眼镜了。来，第二轮挑战会加玻璃球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玩过，尤其男生都玩过玻璃球，玻璃球。现在要加它，这回成功了，我估计掌声得哇哇的呀。这个不一定能成功，因为这个太难。这个我觉得一定不成功的，试一下，试一下吧，试一下。来，玻璃球。26斤6两，这2.28米的筷子加一个玻璃球，慢慢慢慢的，还是有点东西的小狡猾的，老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这个直径更小，物体更小，这个洞的直径也漂亮，谢谢谢谢。你说你这都能完成，之前自己都不敢想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完不成的事儿呢，对不对？反正还有一个了，一样也是敢，俩样也是签。咱看最后一个，最后这个大家看，小圆柱体的直径面更小，是最小的一个啊。那这回加什么东西往里放呢？这个导演拿了个激光珠来，你看，就是大轴承里面那个大钢珠啊。我觉得这个不光直径小，而且它本身的重量也会更重，而且磨钢跟钢的摩擦力，静摩擦力也会更小。你这个成了，我预计啊会投票就全进来，我上都不说了。谢谢啊，看的真是看的是把力气活，真够卖力气的。你要不喝点水什么的，休一休一什么的。没事，没事，不能休息的是吧？前两轮的挑战已经够让我们瞠目结舌的了，现在赵师傅将完成他的终极挑战任务，他将用重达26斤的铁筷子夹起指甲盖大小的钢珠球，放在直径不到1厘米的柱体上，究竟能否完成这个终极挑战呢？不要走开，广告之后更精彩。穿针线夹鸡蛋玻璃球，上一节里我们已经领略了这位超级无敌的铁筷子师傅的真功夫实力，而接下来他要进行的终极挑战，就是要夹起这颗仅有指甲盖大小的手捧钢珠。在前面的挑战中从未失手的赵文启师傅，能够一鼓作气上演全胜战绩吗？终极挑战马上开始。我那钢球刚才还在里面转呢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这个面特别小，这个接触面特别小，慢慢的，这个最后这一步，稳住，稳住，完美！啊，谢谢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了。什么话都别说了，我跟你讲，太漂亮！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真能成功，而且100%的成功率？没想到，没想到。对，看来参加节目还是有好处的啊，压榨出自己的极限了，是吧？很好，很好。感谢导演了，是吧？感谢。活好，性格也好，净说大实话。就是我当时惊喜不说了，我两周了，两个厨师认两回爸了。我说人家爸那么厉害，我今天回家就跟我爸说，让我爸看这节目，假以时日，我让我亲爸也要来战我们有一套。师傅，这票我先给您投了，谢谢谢谢。我先感谢一下我们导演，那个你太损了，知道吗？但是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，谢谢你，师傅，谢谢。哎，好。那么小东西都能加起来，平平稳的放下去，你简直绝了，绝太绝了，我简直太厉害了，谢谢，太厉害太厉害，你跟中国人争光了，真的真的，你跟外国人表演，外国人肯定就傻了。
真的，在中国人都傻了，我们都傻了，中国人都傻了，你先傻了，先傻，再傻给外国人。陆晨，陆晨，陆晨，倒是有个建议，现在呢有个王麻子刀剪就非常红，我觉得您是赵师傅筷子，我觉得也对，赵师傅铁筷子一定卖得好，对，您就是传说中民间的筷子第一人，谢谢谢谢。明白。来吧，用票说话吧。来，倒数三个数，有票的就进来了。三、二、一，最后得票。谢谢谢谢。十票夺冠。谢谢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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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下面掌声请上人体音乐表演者洪波，我们欢迎他。洪波来自贵州金沙县，曾经参加过龙力齐飞第十二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，并荣获团体决赛优秀奖。他具有高超的口哨、举哨、呼麦等多项独特技艺，将身体潜能运用到了极致，可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人体音乐家。咱虽然不会，在咱公子厂对吧？一拉拉到那儿去，再来一个，差点没把我拖死。再来一个，甩了一个音儿，还真有唱那个山丹的歌，那个人，那一下，是不是有味道啊？来，再来一个，好吧，我就来一个，我个人把它列为人体音乐的这个范围，是因为它没有，确实没有歌词，但是呢，它又确实有别于咱们传统的演唱，因为我在我的人体音乐这个定义里面，已经把传统的演唱、戏曲、曲艺这些歌唱形式都给排除在外面了。嗯。那接下来这种叫呼麦，是蒙古族的一种原生态的一种，我的家乡演唱形式，是吗？我内蒙古的，我太喜欢蒙古音乐了。好说好说。OK。听到的应该至少有三种频率的声音，我不知道你诠释的是几种，莫非只有两种或者更多？几种？
我第二，你第二个稍微高一点的部分，我听到的只有三种，那就对了。对了，三种。如果你说两种，其实我也会说对了。那也就没说八种。好了，那让再来一个，似乎我就不太够意思啊。我不知道别人，反正我见过里面，我觉得你的技巧各方面是我见过最好的，不过分吧？这样，谢谢。那个呼麦，刚才我看乔杉也在试啊，是不是？其实普通人也能学会。你挑一个最简单的，现场教我们一下行吗？就能发出点声，像哪怕像的。面对马丁的诚恳求教，洪波将会以何种方式教授这些新学徒呢？谁将成为最有潜力的黑马？呜呜，吁吁吁吁，都会吧？嗯。先从这个大哥开始，呜吁吁，就刚才那个呼麦。呜吁吁。再来一遍，尽量合在一块儿，尽量合在一块儿，有那个呼麦那个感觉。你同时把这三个音发出来就可以了。对，来，同时把这三个音发出来。来，谢谢大哥，这么近距离简直像在起哄一样。我也在这说。掌声感谢这位大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。多少有那个低频震动，还不错了，还不错了。哎哎哎，刚才有一个声音特别泛音出来了，我能听到泛音，很清晰的泛音，刚才，对不对？非常清晰的泛音，只是它频率比较低一点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我真的。哎呀，他俩不行。我要跟大家说的是，近距离的观察一张大嘴在那夸夸夸，实在是很刺激人，很刺激人。观察你的口型，口型得正确。没什么嘛，这个是吧？小心，我英语系啊，站好啊。站稳了，站稳了，钉子稳了。你是模仿他还是模仿我？来，我们听听马，我们来，我们听听马丁的。我跟你讲，金牌选手，我跟你讲，此人真可谓金牌选手。在我们上一季录制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体音乐，他模仿的就很好。这回一定不要把自己金字招牌打了。来，马丁，这回不能有鼻涕，乌鱼驴不能有鼻涕。你来一句，我学一下。谢谢几位，谢谢。我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就当半秒钟。嗯，我感觉轰炸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还没有看到特别多的惊喜，因为之前我看有拿树叶吹的，你有什么比他们更不一样的特色吗？人体音乐最大的特色是，我之前曾经听到过有一些朋友这样评价说，你把这个咱们看似非常普通的一种生活现象，是吧，把它那个提升到一个所谓的这个高度，我们不妨就是说挑出其中的一项，比如说口哨吧，口哨，因为这个群众基础是最广的，对吧？群众基础最广的。哎，好，我们挑出一个口哨项目呢，就是说那个我们跟现场的嘉宾或者观众，我们再来互动一下，就是说挑一些有难度、有一点挑战性的。这主意好，好不好？这主意好啊！来，乔杉，乔杉，乔杉，嗯，刚才我们败得很惨，好吧？我们也不能太没面子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交给你 ，OK。怎么拼？你出主意。挑一首简单一点的，就是两只老虎。两只老虎，哎，这个简单，好不好？在座的没有抱孩子的吧？我们要吹口哨了，来，啊，差不多孩子说说好，好吧？两只老虎。咱们能把速度再加快一点吗？啊，多快？你能多快就多快呗。啊，我都是啊。是。不再这样了，你的音全连在一块了。啊啊，要清楚的让我们听到。啊，清楚一点是吧？啊。
着连一块儿了吗？我。你好，咱们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稍微难一点曲。我们挑一个，我们挑一个这个土耳其进行曲的其中的一段，现场来听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我们请那个音响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吧。你要是。我来，我给你来。来，看老师，看老师。小朋友，拿卫生间的那边好吗？加油！平静而论，乔杉刚才的两只老虎快速吧也相当的了得啊！啊，你不是速度可以吗？好吧，来吧，我让你知道我到底有多让你想。还要来啊！来，我们有一位助演嘉宾，掌声替我请他上台。那么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今天盛情邀请来的助演嘉宾CCTV 钢琴小提琴大赛季军李赫南。赫南，我们一听曲里面找一首速度很快的，哪怕是一段速度很快的，我们跟他叫一下板，麻烦你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哪一首呢？特别快的。特别快的，越快越不嫌快。有一首《查尔达斯舞曲》。查尔达斯舞曲。嗯。那个好难吗？对，就是因为它后面有很长一段的快速的连续的那个跳弓。那个据我所知，好像不练个七八年的弄不下来吧？对。天哪，好了，今天大家看的其实两个节目双臂合一，很难的一首小提琴曲，大家好好来看一看。谢谢，谢谢。各个部分关于口哨的速度等等等等，如果要完全呈现，恐怕几天几夜都很难办到。但是现在是该我们最后一轮投票的时候了，到时候进票就进来了，三二一，收手。最后你的票数是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、五票、六票、七票、八票、九票、十票通关。谢谢。好了，全场。最后一位选手即将登场，是个小姑娘，想法多多，创意多多，掌声欢迎她。郭倩，年纪轻轻的她却站在了创新绘画的前沿。从小喜欢绘画的她不拘泥于传统绘画的形式，将传统绘画演绎成为一场与众不同的饕餮盛宴。
刚才大家被惊着了没有？就那一下啊，啊，现在我觉得还差不多，无愧于你之前说的国内搞这个人不太多啊。就你的材料是材什么材料？就前面总共用了几种材料？就用了两种。啊，就是胶水。对，完了就变。胶水是已经在创作是吧？对，但那轮廓得面完了之后才能那个。对对，是这样。那你都除了用面粉，你还用尝试过用别的什么材料吗？也用过沙子，但是沙子没这种效果好。啊，首先要解决一个你的背部冲观众的问题。嗯。哦。另一个要解决你的速度问题。前段时间我们有一期节目呢，来了个油漆作画的。没错。嗯，有点像行为艺术的感觉，嗯，我觉得你这个面粉作画跟他那个有点类似，当然也吃亏，因为你上台画画比上台唱歌吹口哨不直观，还让大家等待。我们本来小姑娘就有几分羞涩，你再这么刺激人家，哎，你今天的预期是什么？你会预期自己有没有希望过关呢？因为要八票才过关，根据他们刚才的这轮点评，你觉得你有戏吗？好戏在后头。好戏在，还有一种，好戏在后头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小姑娘，一个人在舞台上单打独斗啊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加油加油。今天多不容易，这手弄得脏，哎呀，又画又擦的，嗯，你觉得这一幅会不会震到大家、惊到大家、喜到大家？我觉得这种比较新颖的形式应该会给大家带来点震撼吧。你现在从事这件工作是为了当艺术家还是当艺人？没有，就是觉得好玩。OK， 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我看到你对这件事的说法叫做绘画秀。你是要做艺人还是做艺术家？如果你做艺术家，你就把作品好好的打磨了，让我们直接受到触动。那如果做艺人，你把刚才的十分钟别让我们都睡着了。我是觉得真的挺好的，不管是艺术家还是艺人，首先她就是人，而且她是一个女人。你说一女孩，刚才我看她前面作画，那么瘦小的身体，又擦又弄，相当她肯定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，才有今天的造就。那以后出什么样的成绩，要需要时间的打磨和创新，因为年轻嘛，就有机会去试错。所以我觉得挺好的，应该给他这样的机会去锻炼、去学习，然后慢慢的去成长。那我先问一下，你是觉得他画好还是刚才的秀好啊？哪个都挺好，
画也不错，绣的也不错。就如果他这个您觉得他的有问题，你可以提出来，好、哦，他觉得不好，下次再改进。但是我对一个弱小的小女孩，经历这么长时间，到我们有一套来学习，我不想给她太多的打击，真的。但我觉得只有打击了她，我觉得她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艺人。小鱼现在，小鱼兄可以坚持自己，庆怡你更可以坚持自己，每个人都可以坚持，就像是他做的事，他肯定不是坚持一两天的事情，他也在坚持自己，各坚持那份坚持，我们都允许。我所在的公司基本上都是韩国人，然后我们公司现在也在做一些面粉世界的体验馆，其实这让我看到了很多，像中国小孩要做面就顶多会做蛋糕呀、饼干呀、馒头、包子这些之类，可是韩国小孩呢，他们会用这些面粉和面，然后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，比如说帽子、拳击手套、拖鞋，对我触动挺大的，因为他们的想法思维从小就给中国的小孩有一样的有很大的不一样，所以我在做绘画秀这一块也是想往这一块努力。你做这个你想改变什么？就是想改变什么？希望大家能发散思维，这样多多的想一些想法，多一点，对多一些这样的创意之后呢，让大家渐渐把扔掉的小时候扔掉的画笔拿起来，把自己的想象力就是要体现出来，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鼓励的，我很喜欢这种关于想象力的东西。找到共鸣了，谢谢。找到共鸣了。你多大了？23岁是吗？你来今天来我们有一套，就最想干嘛？为什么来？最想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让大家知道，就是绘画可以用很多方式表现出来。希望大家年轻人都更有想法一些。就发展灯其实不重要是吧？对。那太好了，谢谢。谢谢。我心里没压力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谢这样一说啊，谢谢马丁。其实马丁老师特别喜欢你，因为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你，我觉得你说话就是半针见血型的，我喜欢。半针见血是吧？很经典。下回有机会画一个踩的马丁在那点，旁边一个火星在那转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今天所有老师的建议，不管来自哪个角度、哪个层面，都是善意的。希望你好，希望你仔细琢磨琢磨，调整心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最后一次唱票，最后一个选项，倒数三个数有票进来，3、2、1，收手，最后一个售票，1票、2票、3票、4票、5票，很遗憾，并没有过关。好，谢谢你来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来吧，所有选手请返场。好的，来再次掌声送给所有过关的选手以及所有为我们表演节目的选手，谢谢他们辛苦了。如果你像他们一样有创意、有想法、有勇气，那么欢迎你也到我们的舞台上报名，方式非常简单，3种打电话可以，或者是登录我们节目的官网，或者是同步留意我们的新浪微博，希望舞台上早日看到你的身影，保持好心情。本期节目就这样，下周再见。